好，现在我们的这个老巫婆大概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它加一些元素，一些小零件。这是我已经刚才事先已经做好了的一些小零件。然后这些小零件呢，我们现在要挨个来做一遍，好吧？我们先从这个做起，用1/4的白色岩纸和1/4的黑色岩纸，然后我们把它粘起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把它裹起来。然后上白胶，好，第一个小零件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第二个，这个就是一个眼形卷的样子，白色的岩纸，1/4，把它裹起来，这个要裹松一点。然后把它放开一下，然后捏着这个接口的地方，把它捏一下，然后捏出来就是这种形状。然后我们把它粘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做第三个零件，用灰色的5毫米岩纸，1/4，然后我们把它裹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，然后把它撑开，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往内裹。然后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上胶了。然后做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背后需要用到的一些小零件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粘到上面去。粘的时候一定要粘均匀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上第二个零件。好，第二个零件粘好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开始上第三个零件。好了，现在老巫婆身上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做完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